嗯，走这边吧。你被老头子扎一下，挺难受的。照一下，让照一下呗。关门，关门！哎，好卡呀！我操！哎，有点卡呀！我没跟你说，不知道啥情况呀？是网通缺原因吗？我他妈按了有延迟。可能是网通区原因啊，我这之前一直打呀。有点恶心了。有点卡，我他妈的，我真的无语。我这个 MS 它也没有跳，真的很卡，玩得很烦呢。这个最少有个80左右的延迟，80左右的延迟。我要去的地方没有阳光，感觉有点像比韩服还要高一点点。我玩韩服没有这么卡耶。
乃之犯孽吗？我砍了他呀，右上角这个是假的呀，你们右上角这个明显是假的呀，看不出来吗？看直播应该也能看出来吧，我 明显我按左边的时候它反应时间有点慢。它不是 秒回头的。应该能看出来吧，兄弟们。用不看我就躲。老子这个大招按了半天才射出来，我操！我是 EW 直接 R 的。杜城都没敢吃，应该是有人了吧。真的慢半拍，就是慢着半拍，玩得很难受的。特别是玩卢锡安这种需要操作的英雄，这玩得跟个僵尸卢锡安一样。重进一下就好了嘛。OK OK， 推完这波线。可以重进一下。死亡我看过太多，已经输了。
好像好了。操作不了吗？没大招。像这样 CD 刚刚不跟他对点，有点对点不过的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